别催，快点吧，多停一刻多一分危险啊！就好了。什么时候？ 是什么？执行者吗？应该是二段模式下的执行者，游戏棘手。就像那个电脑头一样吗？他有什么特殊能力吗？他会消失。消失？能不能具体？没时间说了，进来帮忙。可是你……快点！这个。 你这家伙也太猛了点儿！你比我强，我认栽了。 雷震宇怎么走得这么慢？那几个家伙也没有动弹，哼，是打算埋伏吗？二号，如果你一个人单挑他们，胜算大吗？果然，竟是些难啃的骨头。陈光远，队伍的核心，抛开自身战斗力不说，最麻烦的。 是他的指挥能力。政委，军师，头脑冷静，擅长分析。米兰，主要的攻击手，实力强劲，手段狠辣。大牛，平时没什么存在感，但是当过兵，枪法也不错。哼，至于那个叫李明阳的新人，切，他。 很有潜力。潜力，哼，算了吧，这种家伙不等发挥什么潜力就死翘了。他从雷震宇手上活下来了。哼，那只是他运气好。从我们手上也活下来了。都说了是他运气好了。嗯，李明阳，运气好。哼。 不过，那个小子还蛮可爱的。哎，你觉得那几个男人里，谁最帅啊？嗯，我的职责是保护你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哼，木头脑袋，你就不能开个窍？哎，算了。 和你说话，就像和一堵墙打乒乓球一样，还是等这帮废物醒吧。那是我的男人，我比你更爱他。大姐，二哥，这么硬。
刚刚那个执行者真难对付啊！刀枪不入，还可以攻击盔甲覆盖不到的关节部位。麻烦的是他奇怪的能力。之前那个电脑头也是。这样下去，我们还有活路吗？在你来之前，光远哥曾经对我说过，不管有没有活下去的希望，都得逼着自己有活下去的念头。 念头，不是啦，我只是抱怨一下。政委说过，在这个世界，喜欢抱怨的人，都会把自己逼上绝望的死路。这，我不许死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太阳的位置已经变了吧？啊，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 就是不知道变成什么了。白虎臂，白虎臂。你把天位全都记住了？因为朋友圈聚会，我身上只剩下一张刚刚游戏通关奖励的卡牌了。是一张白虎臂，而且刚刚它生效了。生效了？什么效果？是蓝色的，加速。难怪刚刚你速度那么快。把你手机给我。手机？ 怎么了？好了，这张蓝色的白虎臂归你了。这怎么行？你给了我，那你怎么办？少废话，给你了，你就好好用。好吧。有情况，是楼上。政委他们还在上面。 三楼跟没事儿似的，往哪跑？怎么，又是特殊能力吗？ 小明，你先上去守着政委他们。嗯，好的。压死我了！可恶，怎么忘了这个家伙？雷震宇，该死！朋友圈聚会，他一直都清楚我们的位置。 又想玩什么花招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昏过去了。这么说，这个熊猫脑袋是咱们的队友？不，他谁的队友都不是。<笑> 命中了，干得漂亮！又是你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这还用问吗？慢着！怎么了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是要那张蓝色的玄武威吧？哼。
明知故问，可惜他已经不在我手里了。嗯，因为这家伙发起的朋友圈聚会，我现在手里只有刚刚得到的这张卡牌，是一张，白色玄武斗。你要不？你敢耍我？这是游戏规则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即使你杀了我们，那张卡牌也有几率回到我们的同伴手上。参加这个朋友圈聚会的，我方有四个人。 即使你杀了我们俩，最后得到那张卡牌的几率也不过只有1/3。所以，我有个提议，在这个朋友圈聚会结束之前，朋友圈聚会结束，无人死亡，6名参赛者将评分卡牌，人均27张。啊！你说这个家伙运气好，这场景怎么似曾相识呢？ 退出！退出！退出！别急，怎么回事？前面有埋伏。这里就一个出口，我就不信他们还能飞了。哎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哎，政委，我有一个计划。这样太冒险了，你一旦失手，就是死呗。 社会我马哥，能干妹子多。网瘾少年的肖申克救赎，异能觉醒，天下风云出我辈。万千时光，不及你我初见的模样。腾讯动漫10月漫画大剧震撼来袭，好香，好想死，太想吃了，太香了。冯宝宝带出来鲜冰款匹克片，热卖中，黄油焦糖新口味，好吃到一身炸裂。